终于准了。南韩记者采访废核爆破，北韩将履行去核化第一步，破坏关闭咸镜北道吉州郡丰西里核试验场，并开放美、英、中、俄、韩五国记者采访团前往报道。北韩一度拒绝让南韩记者前往，在南韩努力争取下，八名南韩记者廿三日已抵达北韩元山，北韩最快廿四日进行核试场爆破关闭作业。南韩统一部表示，北韩廿三日接受南韩记者采访名单，允许他们和其他外媒记者前往观看废除核试验场过程。南韩记者团随即搭乘包机，廿三日抵达北韩元山。一名北韩官员廿三日向南韩记者表示，若明天、廿四日天气好，我们就会动手。